大家好，欢迎收睇为你推介。首先请大家按一按订阅的掣和旁边的小钟仔，一有新片就会收到了。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文章是帮港出声博客狮子山所写的，他的文章题目是《大律师公会变政治组织，政府应采取强力行动回应》。香港大律师公会作为代表香港大律师的专业团体，是组成香港法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大律师如果想在香港执业，上法庭打官司，必须成为大律师公会的注册会员。一个带有公权力性质的行业公会，它的权力来源是政府授予的。政府希望行业自管是一种对专业团体的尊重和信任。但近年大律师公会疑似沦为政治组织，专业退色，给市民的感觉是与反中乱港的反对派都没什么分别。在这种情况下，大律师公会负责的行业自管权，政府应该予以收回，另外设独立法定组织管理。为什么说大律师公会会被质疑沦为政治组织呢？说起来真是罄竹难书。首先是近年期执委会和反对派沆瀣一气，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律师公会是反对派政治阵营的一员，情况就好像教协和反对派的互为表里关系一样，市民的感觉就是他们密不可分，都是同一班人。有强烈反政府反中央政治取向的人，如果取得大律师公会的话事权，这个公会又怎样不会被骑劫去搞政治呢？其次，可耻地将政治凌驾法治。2019年的黑暴打砸抢烧是彻彻底底的视香港法律为无物。请问大律师公会的执委会在这里做什么呢？为什么大力谴责警方执法，但是甚少谴责黑暴暴力呢？如果暴力可以解决问题，香港人还要你们这班大律师来做什么？干脆从回丛林法则用拳头论输赢就可以了，使不使还要给这么贵的律师费啊？还有近年来大律师公会选出的领导层执委会大多数都是拥有外国的国籍，选戴启思、夏博尔这一类的英国人做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意味着什么？戴启思做了两三年主席，大律师公会的年度访京团都不再搞了。一月新当选主席的夏博尔涉隐瞒自己的英国政治联系，毫无诚信，更是狂妄自大，连全国人大制定的国安法都妄想修改，肆意挑战香港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任由这种英国政客将大律师公会绑上反华战车，无视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政治现实，究竟意欲何为？对大律师公会是好事定是坏事？以上所述的大律师公会变成政治挂帅，远离专业的不务正业，只是冰山一角。世事常变，回归前的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设计，没人想到今日香港有一撮人竟然人心不足蛇吞象，到这个程度。一方面赚尽香港一国两制法治的巨额收入，一方面又疑似做着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甚至撑暴勾当。收回大律师公会的权力，另外设法定组织独立管理和监察大律师行业，是一个与时并进的良好举措，可以考虑。对付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业政治组织，该出手时就要出手，不能够妇人之仁。若有反华急先锋取得大律师公会的话事权，说明大律师公会已经病入膏肓，不应再寄予厚望，只能够坚决奉陪，采取强力行动回应。国安处必要时应该介入调查有没有人违反国安法，香港政客又好，英国政客又好，边个搞乱香港，边个就要准备好付出代价，大律师公会都一样。自反修例至到而家，一般香港的市民应该都同我一样睇得到，司法界似乎都有一些政治取向。无论喺案件审判或者判词中，大家都会质疑带有政治色彩。
新上任的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夏博尔一上场就被揭发曾经是英国牛津市议员，再加上他公然要求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港区国安法。究竟对于这个大律师公会，政府是否应该有实质的角色呢？市民和公众是否应该在某程度上都有一些参与程度呢？不要再被他乱来了，希望有关当局真的要认真研究一下。